拍个视频都得迟到，这年头还能指望你干啥呀？唉。在哪儿啊？哦，呀呀，g'day buddy。胡说八道，我就在这儿，你在这儿。I'm at the house. Yeah, yeah, I'm just... 胡说八道，你就骗人吧你。我就在房子这里，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？去去去去去，我信你。得了得了，那我自己拍吧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好。很明显，今天 KK 没有跟我们一起拍视频。他在哪里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他说他到了，但我不相信。今天新上市的房子，也许他在这里，我不知道哈。今天新上市的房子，四单元167号 Marian Road Firle 在正东区的一个单元房。这套单元房有多好呢？咱们进去看看吧。两房一厅的单元房，独立的客厅，独立的厨房。那么厨房里边呢有煤气炉，而且呢空间感也非常的强，而且厨房还有一个小餐厅。两间卧室尺寸呢也都感觉不错，尤其是主卧特别的大。那么呢我们的浴室呢干净整洁，而且还有一个浴池，家里有小孩非常的方便。走到我们的后院，对于一个单元房来说啊，这个尺寸的后院就算是不小了。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工具房，那么家里有什么东西需要存放的话非常方便。 老K 啊，你到底在哪里？要是在 Firle Shopping Center 呢，你走路五分钟也过来了。Trinity Garden Primary School， 对，我们是这个学区，但是我是在房子里边拍视频，我不是在学校拍视频呢。什么 Norwood Marietta High School， 哦，这个也是学区啊，我们不是在学校拍，我们是在这个房子拍。你行了，算了吧，你就是在 City， 你现在十分钟也该开过来了，好吧，我不跟你多聊了，反正你也不在这里，我自己聊吧，拜拜。好，各位朋友们，这个很明显啊 ，KK 今天没有跟我在一起，啊，而且很明显他也不想过来。那么我就跟大家告个别吧。4号167 Marian Road Firle， 好学区，好位置，房子价格还便宜。感兴趣跟我联系。我是王一林 ，Professions Prospect， 再见。